Semangatan, kami muka satalah menau tu simbung capi nuyu mayan. Kami kata dia kadi balangau kala jekari kata tipul i. Adaman kena wa tu pina dia sani kadu kadi kena 5月11日一五六八十个八大家kadi kena 自相取得原住民族同意一定来参与办法个嘛。那都以五六八大他们可能打日干了那打你说嘛那一定能多八大家sani。Adaman kena 4月23日一kadu kadi jekari muka bunapati ya。那圆明会咖喱这咖喱咖喱的玻璃不能嘛我的样子咖喱的哦马的咕咕的咖喱的难度把它看一点的光电开发案咖喱的哦咖喱的这个不都是一点的难度投票咖喱的包围案哦难道你什么难咖喱这咖喱那就以我两难度你孤单的话的咖喱5月11日以5月36日咖喱的包围案哦咖喱的叫马拉咖喱的一难外案咖喱这个的摩一奶哦咖喱的这咖喱八十个的我就把它的呀格玛注意，难度阿拉那个路卡的只看难打，伊那诺样难度什么？奥卡格玛注努投票格玛，帕斯克达么的巴卡拉达么的摩伊达啊，巴扎干卡的个那光电厂内。针对光电案，就是部落已经进行到最后的一个行使同意或者不同意的一个阶段。那今天这个说明会，也就是说，部落会在近期内决定要召开所谓的。行使同意不同意的部落会议。那在这个谘商办法里面，我们所谓的家户代表，指的是这一户里面有一个原住民年满20岁，涉及在这一户，我们就算是一户原住民家户。阿妈我咋？巴卡拉达姆卡达达，你说嘛？南卡里只卡里，马斯卡马拉达姆一定难度，巴达达难度，巴瓦烟哦，乌拉亚马奈一定难度，达哈那巴瓦一定难度，巴达达亚山。那圆明会议，卡如卡那4月23日的卡肉比，哦，木卡卡里只卡里，卡卡如巴那巴蒂，哦，马上爱卡里只卡里，伊里跟巴达达亚卡如卡那瓦烟里，那卡塞塞烟卡那达如马卡如努伊乌鲁布巴丹达米萨萨马蒂达代表木卡投票个嘛，哦，那塞塞那如马。高粱菜呀，难度起步。阿妈，我那个菜菜，你看那肉嘛，卡注意高粱米啥生意？一定难度，阿拉的卡住卡的，只卡哦，格玛多难度阿米伊。木是得拉达嘛，卡不着安难度阿米，在达那伊那诺样哦，卡卡住米阿拉哦，格玛注意，把工当打卡的，看那相公说格玛难度尼古丹，一定看那瓦里安卡住侬。阿妈，一定难度，你是阿样格玛伊？难打你说嘛，那个格伦奥伊，啥拉乌扎伊勒木是？别的部落的原住民来资本租房子在那边住，啊，他不是我们同族的，他是有投票权。啊，你自己部落的族人如果在外面租房子，就没有投票权。这是无法定的。现在是以户籍没错啦。那如果要走到，那你外族来到我们部落住，你也没有要投票权，因为你对这个地方没有感情。万一随便被人家买走了，对不对？谁知道？那我们部落这边其实也有建议一个方式是不是可以透过本身自己部落会议机制或者是部落章程来去确立，就是所谓的自己部落的族人，所有的家户名册还没有准备好，那可能就是会就势必就会延期。巴古南达格的个那云计划一定能都包围呀你，乌鲁马的呢巴斯克达拉乌鲁巴达达尔格的只看达布瓦呀达木克只米萨马达罗达瓦呀你，南都达乌隆格的只看哩乌鲁哦马的乌里安都巴卡达勒曼马的达巴卡拉达姆达朝一定能提领，南达伊南诺呀那个萨萨呀格玛伊跟格姆达古达伊乌里安都包围呀投票格玛伊，阿毛格人民们呢那乌格南都加卡鲁南达达阿什伊奈哦南达的。说嘛，那你得过专你，我都搞过大众嘛，一定能做。把大家山那话的，干嘛注意大礼嘛？在那圆明会议，马上不让一定那投票资格，一定能做。把我眼里过把那案，一定那肯定干嘛个的就干，阿在带兵役。